乡人，大家好。目前在我们登大园区呢，已经有将近3000人在现场。在台中啊，台中东大园区，从地理上来说，就是我坐的后面呐、啊，越过了山，那就是台中了。在东大，那看到了菩萨，气很旺啊。菩萨呢，那聚聚在这样的庄严的园区，现在呢，净食堂那已经盖在那里。我去年呐、啊，过年前去过了，看到菩萨们呐、啊，都是呢。很精进，很殷勤，整理园区，草除得干净啊！地上呢有花圃，还有呢种蔬菜，花可以欣赏，蔬菜呢整理得很漂亮，也。很实用，所以大家这一份的勤俭，还有呢加上人文呐、啊，一直打从心里总是呢感恩与感动。净食堂已经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，已经呢。树立起来了，从外观看，真的是我们慈济的系统啊，净师法脉很有代表性的，它方与圆都是呢很明朗，真正的方中带圆，圆中呢。有黄是很特殊很美的环境，环境很美，建筑也很美，现在呢最需要的是菩萨，广招菩萨，菩萨在人间投入人间呢，为人间而付出。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，为的呢，就是要教菩萨法，教导人人呐、啊，能了解菩萨的道理，把菩萨的精神理念呢，投入人间去。所以菩萨为人间。就如我们现在的四大事业，慈善，因为人间呐、啊，少不了慈善的工作。人间苦难偏多，需要有菩萨才能闻声去救苦，这都是呢。在这个道场里面的都是菩萨，我们心要用一个善为我们的方向，那我们呢大家这一份善念也要守护的，守护地方的健康，守护的爱，所以菩萨们有了地方，有了环境，所需要的是人真诚的维护它，爱护它，里面呢、啊、
总是呢要时时如诸佛菩萨的净土一样的整理得干干净净，那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说话。我已经去过了，里面也走一圈了，看到里面的布置呢也是很静，同时呢也是很有华的滋味存在、哦、所以文华就是耳朵听，华入心呐、啊。文华，这鼻子闻，闻的呢，那心脑清净啊，这都要靠如何来布置，那如何来维持那样的景观之美，室内的布置。可以墙壁也可以说话，低头看地上呢，那也步步呢无不都是画。所以啦，期待不管是看周围，往地看，都是呢画呀。菩萨在东大园区都是华的布放之地，所以给他期待了人人在里面所说的话，他就是华，一举手一投足也离不开华。因为呢这个地方是纯真的好道场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是非，只有是法，是真诚的法，没有虚，没有假，这就是呢我们真诚的好道场啊！感恩呐、啊，虽然我人没有去，感恩现在的科技啦、啊，如同呢。亲临道场，好像看到跟大家在一起啦，所以感恩呐、啊，感恩菩萨们记的时候跟大家呢的这分享，期待大家还是要守护这个家，是全球慈济人的家。更是呢，现在各位菩萨的一个大家，回家庭小家，到了净思堂是大家，是大家来维护这个净思堂，让全球慈济人到来，感觉很亲切感。台湾是慈济的发祥地，总是呢，我们要行中道，中道行大圣，那小圣就是要修行，不要忘掉了，我们要学，学到了真正的自由自在呢，那布种在全球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修行是修行的代志，其实呢，修行是人人的本分事啊。人人的本分事呢，就是要修行。修行的方向呢，都是为天下众生付出，这叫做大圣。所以我们呢，要站在中间，那总是呢。一边要修行，一边呢要为人间付出，所以每一位慈济人总是呢守护在中间，叫做行大道。那就如那一
那一只白牛一样的，它走路呢，就是要走中道，同样的道理啊，欢喜啦，赞叹啦，看到了东大敬师堂那样的整齐，环境之美啊，建筑的美啊，看到了人的真诚啊，所以我很有信心，也是呢充满欢喜心，这个地方永续慈济的慧命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东大了，期待人人要用心护持的他，千生万亿总是呢满怀感恩与祝福。